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女团여자아이들非常有趣的几件事情。继朴敏妮歇歇，여자아이들是第三组在 Cube 娱乐出道的女团。团名여자아이들是透过内部竞赛选出的名字，而其他候选团名也有所源提出的 Purple Rose。成员们进入 Cube 娱乐的顺序是所源、敏妮、苏金、雨琦、舒华、米。여자아이들是因为团名而常常在音乐节目遭到不利的女团，在第一次一位候补的더쇼文字投票只认可여자아이들，在 M Countdown 却只认可아이들，导致很多票都作废了。这种情况在其他排行也很常见，因为여자아이들就是韩文女孩子的意思，所以真的会被过滤掉很多，所属公司真的应该要好好与音乐节目沟通一下了。在武吉参加 MBC 복면가왕的时候，塔塔称赞武吉说，现有的女团当中여자아이들是继承延续了 TWICE 的组合，而之前与여자아이들一起出演 Kingdom 的 Parkbom 在看到여자아이들 cover 的 TWICE Fire 之后，就说过想要拍下来给塔塔看了。与三代实力派女团여자친구共同点很多，首先两团出道当时成员都是六个人，队内大姐与莽男相差三岁，队内有两位成员是97年出生，两组合出道专辑的成绩都很好，从出道初期就开始获得了知名度，在颁奖典礼拿下了新人奖，团名都有여자，여자애들的粉丝名叫 Neverland， 여자친구有 Neverland 歌名的收录曲，然后여자친구的 UJU 是여자애들的狂粉。여자아이들所有成员都没有弟弟，민연与武吉是独生子，민니有两位哥哥，소연有一个妹妹，舒华有一个姐姐跟一个妹妹。成员们在舞台上下的反差非常大，在舞台上简直就好像是要吞掉舞台一样，在舞台下就变成了淘气的孩子们，然后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成员们的发音都非常好，但是在舞台下咬字就不清楚了，所以韩国饭圈就说여자아이들是舞台上全员韩国人，舞台下全员外国人的女团。여자애들拥有两项 IU 的奖牌，而两项都是舒华获得的。四位成员所有민니우기슈화都是公开征选赛出身，虽然组合名是여자아이들，但是在出道当时除了舒华之外，其他成员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而舒华也是在出道第二年就进入成年了。여자아이들队内没有 A 星与 AB 星的成员，所有敏연是 B 星，민니우기수진是 O 星，舒华还不确定自己的血型。여자아이들以 Omega 这首歌拿下了 Cube 女团首次的 KBS、MBC、SBS 三社音乐节目的一位。顺便说一下 ，Cube 前辈 Pomini 只是在 KBS Music Bank 没有拿过一位。结束了。